国姓乡、国姓村民族街39巷，虽然位置在市区的徛街区，但是因为排水沟只有41平，长期以来拄着大雨，就会造成严重的积水。经过大雨，多处连续来进水。伫个县政府部门区美庭的协助之下，南投县长林明进、立法委员柯淑华特别前往来会勘，并且答应编列200多万的经费，改善路面的铺设以及排水沟。各县乡、各县村民族街39巷的住户，每逢大雨就积水严重，到处申请县政顾问区美庭，将伊争取到县长立委下乡来会勘。所以讲，即摆落雨，弄迄边啊，规挂规港这边，啊，我这是78年做的，啊，我这边较低。啊，所以讲，迄个建商来做的时候，因后壁拢无做水沟，头前嘛无做水沟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已经申请3届吼，啊，这届是。大家拢讲我是痟的，吼啊！自家咪咧叫人转去啦，叫人联署，这都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讲，我去拜托咱的吼陈议员吼，邱咩咱那个邱议员吼，会拜托伊来甲咱装，你甲麻烦吼。啊，拜托伊落雨的时候，穿雨帽，穿咱的雨鞋，来甲咱顺咱的感觉。南投县长林明进表示，这个所在确实地势无平，而且一边无排水沟。答应编列200多万的经费来改善路面甲排水沟。邱美玲议员啊，甲许淑华立委吼，啊，个咱的副主席哈，陈副主席呀、啊，哎呀，一直在陈前哦，啊，所以今天特地也来勘察，哎、啊，来到现场来看哦，确实是要做排水沟哦，啊，无这排水啊，无当老啊，拢老对厝厝入面吼，啊，互咱的居民啊造成很大的困扰。经过居民订正多处，林县长将以大量片的经费来改善，地方非常的感谢。所以地势不平就会导致呢，我们在另外地势比较低的居民呢会受到冲击，所以县长也特别指示，咱的水沟若做好了后呢，咱的路面来改铺平，铺平了后呢，当中不会造成这个地势的不平稳，那将来呢，我们可以保持的整个我们道路顺畅的通行，啊嘛，让咱两边的居民呢，袂过因为呢大雨来的时阵呢，啊有单边呢我们就受到影响。当年它因为一边有排水沟，边没有排水沟，然后有排水沟的地方又比较低。低洼，所以造成低洼的部分都积水了，包括他们只要稍微在洗东西，水就会流入对面这个住户里面哈，相当的困扰。那陈请了相当的多年，一直没有办法取得改善。那非常感谢我们林明县长重视我们居民的住户的生活，就是品质，然后答应让我们的水沟能够改善哈。长期以来，只要大雨对积水的问题，将一直要改善。居民非常感谢立委柯淑华、县政顾问柯美玲、各县乡民代表会副主席陈春潮的帮助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